部落的人们因为工作机会的需求，纷纷离开自己的土地，造成大量人口的外移。于是许多的山坡地就因此卖给了平地人，而平地人通常会更有效率的运用土地，改变地貌，并大量的种植作物。许多的山坡地的水土保持能力就越来越低了。但造成这样的原因，是因为部落的人口外移。如何让部落的人们留在家乡，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。而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，透过养鸡，让部落的人们能够留在家乡工作，也发展出一段段有趣的故事。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山林，它因为平地的经济进来，它可能会被砍掉，我们就思考说，有没有哪种方式可以让这一些树不被砍的情况下呢，可以有其他的收入，然后让居民不会把他的土地随意的就卖给平地了。那这个时候养鸡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啊，因为养鸡呢，它绝对不可以在很空旷的地方，尤其是放山鸡，它一定有必须要躲藏的地方。那刚好可以配合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如果这些树，这些果树不要砍，然后果树呢，它每年以前可能一年就只有收获一次，那可以在收获的过程中呢，有其他的短期的一些畜产品可以收入，养鸡就是四个月就可以收入一次，然后而且养鸡了以后呢，原本林下必须要除草的，现在不需要啦，因为鸡就是最好的除草机，它会把这一些草都除光，那过去可能必须从平地运送上来很多的肥料，来让这些果树可以增加它的产量。现在这些鸡呢，它的天然的排泄物就是这一些树最好一个天然的一个肥料哦。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机会呢，让山区部落里面开始来这些养鸡。我们奥万大原本每年都是以枫叶红的时候游客最多，这几年来因为整个地球的一个温室效应，都市的一个温室效应，造成台湾冬天是一个暖冬的情况下，那奥万大的枫叶就不红了。那不红呢，它就失去了它吸引游客进来的一个利基。所以奥万大的枫叶不红，可是鸡很红啊，为什么我们就不把它称作奥万大的枫红鸡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初衷，一个大家的一个创新，就把这个奥万大枫红鸡的品牌就无形中就把它建立了。更重要的是大家愿意走进部落，那部落里面有很丰富的多元种族文化，原住民文化，这里有布农族，有泰雅族，有赛德克族，这样这么多的多元文化呢，就丰富了整个旅游的一个内涵。所以虽然有这一只鸡，只是单纯的一只鸡，可是它带来的效益不是只有这只鸡的效益，包含让所有的游客进来奥万大，他可以到奥万大，也可以到部落，让大家认识台湾最深山、最中心的一个部落，就是在南投的仁爱乡。那这个地方有三个村、五个部落，它刚好是在台湾的中央山脉的一个心脏地带。那一只鸡呢，可以带来这么多的效益哈，所以我们期待说，未来到奥万大，不是只有来看奥万大的枫红，你还可以来吃吃奥万大的枫红鸡。中心红鱼1982这个品种是在民国71年，就是1982年，我的指导教授李元白老师收集当时的台湾的红鱼土鸡，进到中兴大学做的一个品种改良的一个品种。那我们对于它的一些产蛋跟产肉的性能做了一些遗传的改良。那经过了将近40年的这个时间，那这个鸡种目前我们推广到部落去做生产。那最主要它的一个好处是它的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好，所以在几个部落，因为部落的养鸡的条件没有像我们在平地的饲养的条件这么好，它的饲养的环境空间是比较受到当下的气候环境变迁的一个影响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适应环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鸡种，然后才能够生活的比较好。的饲养的话，原则上是吃饲料，那但是它有更多的时间是可以玩耍的，它可以把附近的草把它清除掉这样子。所以这边像寸草不生，是因为它都会吃完。对，这个地方就是草都被它吃完了。然后那这样其实是不是我们一般也是有个推广鸡养在果树旁边，也不用除草，又有大片可以。是的，这养在林下，其实在果树旁边或者在森林里面，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。那鸡晚上又可以树木可以栖息，
对鸡来讲是它一个本能行为，会它的本能的行为，它会到栖在树上去做栖息。所以鸡是可以飞的。会的，这个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鸡种，它还有飞翔的能力。哦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你在动鸡的身体，它头可以定在一个地方。对，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。这个它都不会动。这曾经有人研究过。有。它这个就超级稳定器啊，就是整个绝对位置，对，它停在绝对的位置。对，鸟类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好像都可以这样子。对。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对人类的那种做什么稳定器啊？如果没有带稳定器，就把这个相机啊绑在鸡的头上啊，没错，这样子，对，超厉害的。这个是可以值得我们去研究，还是仿生学？超强的呢。对。不论是部落或是乡村，有一群人为着所爱的土地打拼，透过各样的方式。让家园更好。土鸡不只是土鸡，它也是让部落重新有活力的新酒。这源自一个热血公务员对土地的爱。与其不断的批评谩骂，也许我们自己发出一点力量，会让家园变得更好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分享。好，我们是探路者，纪录片世界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欢迎来玩。欢迎来玩哦。对，阿万大。欢迎来阿万大。阿万大的鸡比枫红叶还红哦。耶、yeah! 。听说吃枫红鸡可以唱八部合音啊。对啊，你看这个葱这么大。听说的，吃看看就知道。听说的，人家葱都长这么大了，你觉得呢？想大就吃枫红鸡，是要吃枫红鸡。